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的8月7日，周六，现在是塞尔维亚时间11:20，中午的11:20。现在我在哪儿呢？现在在塞尔维亚的中南部城市查查克，特别一个小的城市。我现在在这个城市的市中心，就这么大一个广场。看见了吧，这广场查扎克。这个城市的市中心有两家华人开的这个比较大的商场。其实这个城市真是没啥看的，我刚才已经转了一圈了，但是这个当地人的生活还是挺温馨的，尤其是在这个咖啡厅。看见我身后那咖啡厅了吗？马路对面的那个，就是人非常非常的多，也是一个慢生活的城市。步行街、商业街，这边的咖啡厅的人是真多。从贝尔格莱德开车到这边，高速费450迪纳尔。我们家大美女在前面呢。这城市太小了哈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这一家。这边是华人的一个大商场，这边就是步行街。刚才也给你们看那个广场了，其实也真没啥了。对，这就是市中心，这是照相馆，卖表的。咖啡厅，这边主要还是这个以咖啡厅为主，都是喜欢喝咖啡。哎，是不是得换个地方了？没啥玩的这地方。走啊，走吧。哎，刚要走啊，看一看，这是不是四星级酒店呢？哎，自己标了四星吧 ，Hotel， 四星级酒店，就是这样的，都比较古朴啊。这都应该都是100多年了，你上的楼了吧？啊，这边还有一个瑞夫森银行，啊，这瑞夫森银行哪儿都有啊，办他们家银行卡还挺方便。这边特别流行这个电动滑板车，现在，哈，小米的，嗯，33,340。合人民币2000多块钱了都，我们在中国买估计也就是1200多吧。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总是你和我。我现在又到了一个市，叫克拉列沃市，离我刚才去的这个查扎克有将近40公里。在这边逛一逛也没啥东西，其实基本上大同小异。嗯，这边停车最多能停2个小时，1个小时39迪纳，得发信息，早上7点到晚上8点。刚才我俩买个披萨饼就吃了，因为这边的烤肉饼，土汉堡，去了以后没开，说不卖，不知道为啥。没披萨没烤好。这汉堡店那也不卖。没烤好。应该是没营业的。应该是。中国的一个商场，在那家华人商场上了趟洗手间，在欧洲上洗手间基本都花钱的，上华人店就免费了。我们接着出发吧，不一定去哪儿，可能就回家了，太没意思了。